观念，我想我今天把这个观念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已经在15年前，给自己的一封，全日本人的国民，哪怕是阿贝啊，到一个刚诞生的小婴儿，全国上上下下平均一年看书27本，仅以平均所有的国民平均看书27本。那一个时候台湾人看书全国平均1.7本，马来西亚0.几，哎，归呀，我的共鸣在我心里想什么？不要，不要说人家努力，为什么不？人家生活品质为什么那么高？我们当初可能，有那些钱，你不相信？你回家清查你那些床，那些那些的。那种玻璃框下，你把一摸，默默一平层，你会发现到日本人连公共厕所必然要照他们那整体，你发现到奇怪，这点那是好霸气的人哟，那我讲价钱几倍冲下，原因在哪里？因为他们很有水准，水准的地方在哪里？不断学习造成的结果。请你跨起这本书，我们凭什么要跟人家讲？我们为什么不能？因为你只看1.7本，就在那个时候开始。跟我相同年龄的非常多，但是跟我在听那场演讲比现在更多。只有我改变，其他人都没改变。我就开始下一个大决心。好，古人早有言训。诗中自有黄金屋，诗中自有颜如玉，不是劳斯莱斯。好，我就开始看书。我连续10来年，每年我一定看过超过将近30本以上的书。几乎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我点了都只拿出每一样回。我最大的兴趣就是买书。我两个女儿今天也在这里，她也给我培养起来。我们不喜欢去逛哪里，我说女儿，我们去看书。我的两个女儿还会这样，耶，我们去看书，我们去逛书店。诸位，你管不管书店的？那个是最讨厌的地方，一定要看书。充实自我，一定要下功夫，要不然的话，你准备在21世纪会被淘汰人群。21世纪是最无情的时代。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看书是我生活最大的一部分。多利亚电影呢，你本做嘛？你看书，就拼命看。我发现到，真的，书中有黄金屋，书中有劳斯莱斯。整个生命的升华，整个生命的内涵，整个的提升，我发现到，一个人类最大的潜能开花，那就是懂得看书。整个起来以后，我发现到，我们的生活更有质感。啊，我看在做饭，现在我跟我的两个女儿，好像兄弟跟姐妹。我看在做饭。我变化很大，很大。这个叫做方向。啊，我那种爱当机长会掉。你们有一天，你们恨不得毕业的那一天就开始等，一直等到什么？等到70岁才下葬，那个叫做活死人。那个瓦西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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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来就瓦西朗。好，那我当然，我谈到这个是比较重的话。其实我们一直很美丽，因为我也知道没有一个人啊，在他的生命当中不必要经过一些蜕变。有一天啊，上级这北极的上空啊，掉了一只鸟，因为做不完我请上你有了啊，把
跑去北极吗？北极上空忽然间掉了一只鸟掉下来，好、哦，这你打回来谁压错了？结果有一只麋鹿啊，都赶大家，我碰碰一下，要这样，要这样，靠背面，霎时之间，那只鸟变得好暖，好舒服哦，就失望了，对吧？他心里想，人家说你做的东西，并不代表不好，好温暖啊，你给我夸奖，哎。忽然间他还在洋洋得意的时候，我知道醒了，醒了，醒了，这是一只什么野狼？哎，羞羞，心里想看里面有没有宝，一拨开啊，里面有只鸟，拿来就吃。当他吃的时候，就当把光棍吐出来。对你不好的，对你不利的，人家认为它是脏的东西，并不代表对你不好。好心把你当东西拿掉的，你有没有玩意？你等下就要被吃掉了。你没发现？所以你现在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所有发生在你身上一切一切的东西，都印证了一件事情，让你的生命内涵更丰富，更有它的质感。好，一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就问他。哦，那么啊，这是不是三分天注定，那七分靠打拼？啊，今仔日就讲，我比人较认真，啊，我比人较打拼，啊，我乃比人较歹命。其实，有设法现象，真的，我们要学习的东西。那今天像我们来到这个佛堂，我们有这么一个好的环境，真的，我们都要感谢上天，我们都要感谢啊老母慈悲，好、哦、慈恩，周树红子，周佛爷。包括我们这边的正点法师所有的前贤他们的努力，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个环境。也许在你的生命当中，这两天这三天这算什么？再过几天是什么日子？春节。过归干木是过年，归干过木干过，你敢不敢？你现在心里面最想的得到什么东西？啊、你哪家怎么办呢？我们都想在一个连接最喜气洋洋的时候来点好。来，我今晚来蒙难大哥，你今天只要是17岁18岁，你已经过了17年18年了，你 还记得哪几个年能够被你是一个回忆的部分，有没有？而且希望在我没有值得回忆的，改天有一天吧、啊、当你要写历史的时候，请问你写你的历史在哪里？有没有好他管教的说说的要不叫你唱下连年过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今天又不青年的人，你是在心红啊？这样，我现场没有被压过来的，有没有？有，诚实的人有救。为什么被压过来？你知道吗？你心里想，我闲了这两天是看电影，我来讲唔好，我爸来讲好。那前些天我来讲买，伊讲会一定爱去，结果你来，内心的挣扎，在这两天。你也许在这里发现了，哦，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一个道场的活动。但是时间过去以后，你发现到，你会在这里面慢慢得到一些生命。我们不知道生命是一个什么现象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在这一个繁忙的社会，一直在期待过年还没到来以前的那一个时候，有时间静下来想，有心静下来听一些。一些小典故，可能3年过去了，有一天你的生命非常光芒，你的事业非常成功，你的人生已经是不得了的时候，可能你会想到这一次哦，这一次什么？这一次的你的，我在那里，我得到了哪些？我在那里听到一个叫做无
记得吴老师的讲的是什么？二十岁就死了，到七十岁才下葬。你别小看了，别小看了，改变一个人生命旅行长篇大道，往往都是一句话，也许是一句座右铭。诸位，什么叫座右铭？就是做不到的事情叫做座右铭。他只是讲给我们听，但是我们做不到。但是以他为学习的方向，阿弥陀佛，有道理吧？哈，做不到的，做不到的话叫做座右铭。好，所以啊，我想在整个在淬炼、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你们真的很幸运的一群，你们很幸运的一群。我听到那个故事的时候，是已经过了人生35岁了，你们都很年轻，确定之后真的多学习，回去重新对爸爸妈妈发关怀，在我们家在我们身上这一份的关怀，好好做一份认识。对道场一定要多来参与。曾经有一个统计，又是一个统计，统计什么？统计越早投入团体，越早参与爸爸妈妈，你哪个开始的七多家开始到生活的结果，结果发现到越早越好。好的什么程度呢？他比别人失败会多一点，少一点，100%比别人失败，100%的看，我现在100%。越早投入，越早在一个团体里面贡献自己，展现自己的人，有一个情况。再来，他的收入是没有投入跟投入之间相差10几倍。所以你别小看嘛，来，牙齿裂下去，可能把这牙裂，牙齿裂下去，把厝边裂掉，怕什么？好歹你去把这外公给你，那好些啊，还得买公公的，来，重新一遍，见到你我真高兴，来，快点，开始。那你来做国王爷啊你啊！其实，好好看看左边右边的朋友，追星的同学，也许我们来自于南北各地方，但是你能想象得到吗？当时间过去了，你我要开始从业，开始就业，可能他就是你的事业伙伴。好好珍惜每一个月。我这一份的，我们希望从佛堂出发，都是一份善。我们不要忽略掉哦。这点难关，谢谢老拜你是赚多少钱的？这里好处好看，莫来看，那是靠店员赚钱。你不要用以貌取人，来讲店员，我讲这里打电话的，我往前点，我往前能够变成高考要紧。你们真的蛮干吗？一直是村民吗？了不起的人物，所以你不要看其貌不扬的人，你要看丑歪歪的，你要好好去重视他。好 ，OK。有一句话讲得好，现在不是有那种脑筋急转吗？麦当劳比较大，还是肯德基比较大？你们都知道哈。有一句话讲得好，有树就有鸟居，有麦当劳就有。肯德基，你把奖给，你看，没有听过这句话啊？第一遍，有树就有鸟居，有麦当劳就有肯德基。麦当劳没啥了不起，肯德基才了不起，因为麦当劳算了，你所在蒙米饭，你的另一边的位置，他的地方啊，实际上就有麦当劳就有肯德基，其实。这也就是讲的，就是一种环境。一辈子来讲，我们很难离群所居，我们很难一个人就独自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好。所以，必当要有一个环境。那么，环境呢、啊，在整个我们中国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到，最能够表现出一个环境重要性的，应该是所谓的孟母三迁。孟母看过吗？孟母代表两个字，环境。
一个环境好，你若一个一搭交着一点哦，食品啊，你发觉你的嘴嘛开始无大无小歪，歪啊歪啊，啊你若交着爱食烧酒的，难免你嘛感官啊，兄弟兄弟，靠父妈弟的对，你也会、啊。那假设今天你我在这个地方相处，我们同扎天恩师的上天降的这个道，你今天这个环境，有一天你会像刚才你们吃饭的时候，前咸长前咸短，你们都变咸，为什么变咸？你们是盐啊，你们都会变咸。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想一个伟大的人物，就在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当中开始诞生。伟大在哪里？伟大在付出，不是在你拥有。那你看，那你就在广。我们撑开的时候是这么大，但是我们一直拥有的时候，它你会发现到它变得越来越小。你站的地方已经太小，它原来会这么大，但是你一直想自己的时候，它变小。你不敢说，所以要不要干嘛？这个大的意义就是要施舍。我现在调查之后，我来调查一件事情，严肃的，你的朋友、你的同学，有曾经做过渡人，渡人来去三宝，来杨杰，请我看看的，杨杰我看看的，我把从同学来丢多了，来杨杰，请我看看的，这边侬买过吧，过看你丢，有没有？就杨宝的，侬来我好，请放下。来，依然给大家所有的朋友掌声鼓一下。好，对。你们没病？你们没放水？没没哈？有了哈？对。我发现到，他们感觉要健康，真的叫做一身阳光。不过，我们负向。整个社会的感觉，你有发现到？我做行销业做20年，我发现到真的抢的高手都是明星，不是男人，真的都是明星。为什么都会是明星？他们韧性不高，很强，紧拼了。男人呢，好干控，知道吧？那天我们公司请的一个来餐馆，结果去年。下午见到，同学，他前面签的是欧米兰啊，啊，再慢慢慢慢就回去。第三天过来这边，坐去看，我就跟他打招呼，我心里想，你要找一个回来。啊，第二天真的不来了，人家这样卖，那么慷慨在施舍，啊，又过一个礼拜又一个来，又来了。那个履历表啊，那个自传一摊开，嚯，亮丽的不得了，舍我其谁？开玩笑，这是一个伟人的自传。结果呢，当然就开始上班了。他是刚过账，对，刚过账。哎，礼拜六休息，礼拜天休息。拜了，哎，我就展现很亲切的一面啊，或者拍拍那肩膀。我给公司那一百要回来。哎呀，我话还没讲呢，结果他做满7天以后，我爱你的这个不来，我赶公司又不来了。他那说不来就不来，我说就永远不来了，怎么那么快？所以我想，我在这个地方提供给每一个朋友一个新的观念。那是那一个在我在成长那一个时候观念跟现在完全叫做什么180度完全不一样的观念。我一看在那段时间，我们年纪那我们这种年纪那段成长的时候，我们呢只要书读高，他就有铁饭碗，他就代表铁饭碗。哦，读书啊管吗？好皮好皮啊，没问题啦，生活就没问题。但现在，你不要把文凭当真哦。你看，
拿着一张纸，谢谢，拿着一张纸，谢谢。就一天在南诺高的收票亭上办理这件事情，结果要200个人，来应征多少人？8000个人，比例多少？还自己？你可怜不？真的很可怜哦，你不要小看哦。我相信你们都看到很多的电视画面，那个什么环保大会要150个人，哎我天哪，你明明是涉世马写告状，啊不然被我气化吗？就拿下来，我撞着跌倒再爬起来。诸位，文凭有用吗？不是没有用，文凭代表是你爸爸妈妈提供给你学习环境的成果，但是工作从基层开始，从现在每一个现场所有人一定要这习惯。你们我打出来，我不在做什么讨论，不要想太多。台湾现在剩下两个行业可以做，高科技。你看这两天有没有看到高科技外移的消息？很惨哦。剩下一个行业什么行业可以做？服务业可以做。什么叫服务业？我咧只讲，你爱准备爱看，爱学，哪欠底爱去倒底来。你难道吴先生开玩笑？我大学生，你告你国中生，你是一个初中生，我要做这种事情呢？我办到。因为经验哪里是那么容易得到的？在你学校被学到的文凭的内涵当中，完全没有教这一课。就好像我要求我的两个女儿，现在他们是专一，我只要求他们做一件事情。混，为什么？混毕业就好，慢行渐远。但是要能毕业，不要被当掉了。哎，你要混，也要能够混得过，你就要把混过去好。你的学历，你的文凭再怎么好，请记住，这是我的家，跟你用习惯了，跟恩公来感恩所有的同学都是顾问，好拜吹水桃风，我都爱跟着，莫个变哦，要不然的话，高学历就是高失业率了，很竞争残忍的一课，那是绝不妥协的。所以妈又，就刚才被爸爸，我爸托你来赶紧走。哪怕你出来设施设施，不你去找你的专业，啊不你的从500块、800块开始做。台湾，你看过年前不是一个就业基金吗？好不容易第二春的重新再找到行业的，我发现了他们一天的收入多少，被扒过开始切扣，比外劳便宜的哦，被扒过开始切扣，然后。这种数字刚好是台湾超15年前的数字。艺术像你讲，你都新出来，一种的生活水准就是现在的经济水准。你们要，我跟你讲，哪是可怜的事？你们真的要面对这种怎么会变革那么大？社会启动怎么会那么大的？会刚好放在你身上？所以你们要很灵敏的心思哦，你们现在一刻都不能闲哦，来到佛堂用心听，到了学校用心学，爸爸妈妈的一些话你也要用心听，因为这里面拢是你讲，听得到你可以少绕一大圈，你相信不相信？方向是就是这样的。比如说今天这个地方是哪里？这边是台南的哈，这个是台南。有人问你说，高雄哪里走？那个毕业。啊，高雄那边，我假设是这样的，我他妈在多少地都可以。高雄那边，高雄那边可以。好，我假设说，他的南澳高，他的高雄高，屏东高，他那个毕业。结果呢，一定是他几年开个开个高雄啊，开到边，啊开到台东，啊开到台东。
搁开到宜兰，搁开到花莲，搁开到台东，再到屏东，再到高雄，我的妈咪喂！你知道吗？这一比跟一比差别大不大？哇，实在是要人。所以前面前线他们有很多的话，都在做一件事情，不要再绕大局。只是年轻叛逆的你我，连听都不听。为什么？啊、我的想法比你知道，我很清楚，我就清楚了。但是当有人证明说啊，原来绕那么一大圈，就是让毕业安救隔壁的县市的高员，我们才会相信。那个时候，另一个退休就等了，你知道吗？人生就这样过去了。所以在人生的方向当中，我有一个感受：一定要做老奥，不要做老大。所谓老奥哲学。在竞技场上，我们看到第一名啊是很光芒，但是很可怜。你都没上过刀光吗？为什么？被我刀光了是羞愧。他只能往前看。第二名呢，你可以欣赏第一名的屁股摇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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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有时候人生不一定要做第一，但是你要第一的心智。你要第一的心态，开始让你问你说你是什么名、啊、你是什么名，来叫我第一名，那你那两话题好不好？你叫什么名？叫我第一名。我们我希望这个我不欢喜，来是别的比你声更大声，你们就不知道他们开始好、哦、你叫什么名？每个人都要当第一名，但是要有老奥哲学。什么叫老奥哲学？学习的心态，让自己在未来的人生岁月当中，回过头来说，不会为了后悔，不会遗憾。都安尼两头想回来，我干嘛要学习？我来这边送下，我们来这边。刚才我讲的，我有问过。一定要去让你的朋友，让你的同学，因为有很多人都还没求到，都还没求三宝。我去过来了，我说不定。三宝的。哎，来一两张宝。为什么我这边又买多少宝？你都没带我那两宝。我是不带三宝的，真的。用爱人的心，用人力举力、人机举机的心。我们来看这句话，无事不登三宝殿。那么这句话的背后不是说明了一件很强烈的意义吗？有事情三宝很重要，看不见对吧？这就是答案。以用这样的角度来看事情，无事不登三宝殿，那有事情很重，有事情那不是代表三宝很重要吗？今天你想你的难兄难弟，你那些哥们你那些姐妹淘，他们都很求的，他们求有道，你可以比较平安去看他的生活，你可以比较亮眼去观赏他生命成长的那一份喜悦，因为上天真的会保佑的，你不要小看他，求了三宝，就好像有一个附身者。我第一次带人求道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在18岁带人求道的时候，很荒唐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不够，这马上就有效果了。我就骑了夜郎右，我们那个时候最怕的车都是夜郎右，他去搞问哥哥求，结果呢，把人带去火场，我的公民干嘛被丢掉，我来干传人。结果我带到的时候，就忘了交代我们那边的坛主，他见面就多，他问来见头，哇，怎么都比赛，啊，怎么办？跟他才挺多，他忘了再也往前边，看着哎呀，我就知道哪里，就到台北的北海岸。
吹吹到啊，一百一鬼也就放回去，他是等我晚上到北京来，不晓得他是多少，就在那个北那个叫什么北海岸还是公干流水，就在北海岸晃晃晃晃，结果一晃不得了，真的不得了，那事情的话，一个关在眼前。他都要接东北，啊，那我懂，那我懂。刹车失灵，刹到，就这样弯过去的时候，我的车子一来是正正的，就这样马上倒下，嗖，像片刀，往路边一冲，结果冲到哪里？冲掉一堆超堆，好起来，好看就放一大堆。我的妈哟，我还在恐怖。你刚看只看哪个的？捡皮外料的超堆我，那家伙都只会超堆，我捡皮料了啊！超堆的就是 K 卡，都是 K 卡吗？啊，那无嘛，那无一堆超堆，我早就蒙子中招了。这是我渡人的第一天，就碰到这种奇迹。你说它是奇迹，是神的安排，都没关系。就是那么恰好，嘟嘟掉这个草丛，撞起来草丛，唰起来，你嘛惊着，草丛嘛惊着。哎，那个胸大嘞，真的我斜一边个看，哇，而且安两边，这都平常对你帮助很大，在你的学业，在你生命的一些危难当中，你度越多人，你将会更平安。这是对的，对我们整个生命的一个意义，它有更棒的价值，在哪里？在于我们人生的路上，不会是一个人叫做千山的独行，我们可以去看去，在人生有丰富信仰当中，实践人生的真理，等于不破了。那就是我刚才所讲的环境。假如你今天不去告诉你的同学，不告诉你身边的朋友，你也干嘛变成警派？因为假如你一直在佛堂，你也变警派，安怎办？你喜欢干嘛不干？你会越来越慈悲，你也会来越多的怜悯的心，你会越来越感受到人世间的苦，也跟你有关系，你会越来越有怜悯的心，而你的朋友也共。好弄错，你一定要让你的朋友三个人、五个人、十个人、几十个人、几百人，大家一起求他。啊，怎么求呢？啊，怎么带他们呢？不敢讲，我从这样带他。一个一个用，我家的两个女儿很会渡人，他们怎么渡？不敢碰水沟。我妈妈煮菜很好吃，礼拜六到我家吃饭，啊，淘回来你可以带上来，啊，今晚炖的真的好吃，啊，真的很好吃，啊，不然就要搞佛堂去爆，规定了，全部拢爆，为什么？啊，就因为公也真的很好吃，因为好吃来家里吃饭，啊，要么之后会举云缓山嘛。你知道吗？生命是不一样，变得不一样。我们要一定下一点功夫，好，一定要下一点功夫。有一个连外，有一个连外，要多听。你干嘛说哎呀，你不懂啊？你可以说请教前辈，好，哎，比赛请教功夫。有一个连外，有一天呢，他就在请客，啊，他旁边有一个随从，啊，随从呢，哎，多请你，多请。啊，递烟他就递烟，啊，这个员外，哎，敷脸干了，谢谢我啊，这个水草啊，叫啊，服务的这么好，他就赶我，来，你跟这些员外敬口酒。哇，这个水草不敢违礼，拿起杯子就讲，哎，各位员外，让我们同归于尽。啊，比赛现在过了。是个
我已尽，你如果你同归于尽，那你都足救啊，你干嘛你这股干净脸还有吗，有点痛啊。啊，门外就告诉他，你得不是爱啦，就是干净就好了，什么都同归于尽好好好，两爱过嘛。结果呢忏悔完了，他就另外就交代这个水手，明天早上我们要赶时间6点叫这个水手，真的很重心，哪里想得到第二天早上6点的时候他就敲门，叩叩叩叩，里面的员外就谁呀，员外你时辰已到，压制了我时间到了，所以没人说这一辈子在人生啊命好不好，尤其在21世纪，你们是一个新的世纪，要懂得沟通讲对话，有很多人会讲话但是不会讲对话，会讲话没有用，叫叫叫他给我卡车，但是要讲对话。有一个人，有一家那个自助餐，哇，生意好得不得了，在午餐来里的时候，里面呢一下子呢12点到，只不过10来分呢，里面的高朋满座，这家滴滴，外面有的人呢就在开始外面等，哇，弄大弄等弄大弄等，里面呢高兴得不得了，那你生意又啊踩过价，啊我靠白金的，哦，我靠排那很长啊，其中有一个人就起哄了，哎，不经意的，其实他不叫起哄，他就不经意讲了一句话，啊，我叫工作人员放个假等，啊，我很不愿放假，哎，应该谢谢呀，哎，竟然引起共鸣，啊，变了呢，啊，就是共啊，很多人就跟他就往后走，结果老板呢，好啊，看到外面有人在骚动，二话不说，冲到外面就讲一句话，说那里来的，店员不讲我不管。哎呦，你都没啥的报下来练家功夫，一个个讲错话，你都讲小大嘞小大嘞，我明仔你看早一点，我都不等一点，啊来你听的话，我就我来你做家功夫，啊我听嘛，我们要卖钱，所以要讲对话，你会讲话没有用，这个就是要靠学习嘛。那今天开始在未来我先就每个人供出来，我都是应援有力，都能够正常年纪，你不想看年纪不是问题，啊什么体重不是什么啊，身高呢就是嘛，所以不要说我这样年纪，在我的眼光里面你都很老，你不相信老了啊，一定要讲对话。阿曼尼奥有一个报告，他心里想，他打猎的功夫一流，他猎枪打猎的这种技术，他有一天就想展现一下老爸的这种拳风，就带着儿子，爸爸老一口，你叫我了，结果他看到，哎，一只鸟，啪！好像没有打中，再就啪！你知道吗？老爸讲句，老爸，儿子，你今天终于看到一件奇迹，打中了鸟还飞，那就鸟，不会吧？外公，这有时候人马上想想，那些大人啊，其实是爱面子。学问不一定比你高，他的脸好啊。六年怕我就怕我就问他，你今天看到奇迹，打中了鸟还飞。你把完了没？你不把完了没？每个人都差不多这种环境，因为哈、哦，大人有一皮有一层脸皮啊，很难发现。咔嚓。拢甲讲，囡仔人无心无想，即卖较唔敢安讲。时代不一样，哈，时代不一样了。好，那而且呢，
商场多好，能够真实的讲出来。我们要把我们家里，因为有求过三宝，我们家里的这种气氛，家里的这种和，这种气氛的和谐，你要跟朋友分享，你要讲座按摩也好啊，而且要做对事情，事情一定要做对。人生的方向往往只存在几件事情，那就是你要说对话，要做对事情。有一台飞机，就在你老板上，你他办那些飞机，按摩怕给我后屁股，结果上去到飞机上，看到一个很大的那个，他怎么做？前面他说怎么做？那叫怎么做？啊？看到很大，哇，他进入，得我给他进入。哇，工作服务人员看吓一跳，妈不，还不是你的位，千万不要我怕掉了。我坐后头，我坐公车，我坐头前边。阿婆，你讲，啊，第二个过来，阿婆，你坐掉位，千万我坐掉位，票叫我怕了，你给我讲，我都跟你讲清楚。我怕多苦，那他差嘛，他这个呀，比上面呀，都没有保证啊，你看那里。一个比较有经验的组长，空中服务的这个组长，你去的都他过来。阿婆，你不搞我阿婆了，你是一直笨，你小一直笨，你关键的是我，亚多阿婆，哎，这条这阿婆来接，掏钱不会，你过，后边这钱不会。阿婆就听了，你我跟阿婆搞不是搞不比过比我长，你看。同样是一件事情，有效没有效差别那么大，你敢光光的讲，你知道吗？做对事情，市场就有它的效果。所以每一个今天在佛堂，我们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先前清理到这个地方，其实你们都已经在做一些对的事情，也许这个对在你目前还没有办法马上感受到对在哪里。但是他会在未来的岁月，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会发现到，你会慢慢呈现到，哦，原来是对的。你们有没有看过美国总统宣誓就职的那一面有没有看过？啊，拜登说一个总统哪位就职的时间，麻烦你赶快好不？美国啊，号称是现在最民主的国家，但是从这个总统就职，我却发现到它是一个最迷信的国家。怎么说？不管是哪一任的美国总统，他在宣誓就职的时候，一定是手扶着圣经，手还圣经，手也给宣誓，很奇怪。圣经跟美国有关系吗？为什么当总统非手扶着圣经做宣誓，要不然就没办法完成宣誓的手续？这代表一个什么东西？其实要做。要做了不起，没有浓厚的宗教信仰是不能当总统的，因为他会变臭屁。你看这几十年来的共产国家，他没有任何可以做信仰的东西，因为他只有无神论，所以搞的人民不聊生。为什么？老子最大，你发觉制度上的差别，让人们的生活像天堂跟地狱般，差别是那么的大。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真正在你未来的生活当中，干脆我靠在你的地盘一样。假如今天没有求得到，我可能是这时候我已经病了，因为我已经喜欢打架。我以前是练什么？练这个举重。你有在以前这种人呢？你有你不相信？真的会啊！你看我这样不盖房，地盖没房。我是一个举重健将，我是一个单杠跟双杠的健将。敢讲健将不能乱讲，我都是搭车的，这样挂，这样趴来趴去，提高很漂亮，但是只是被压抑了。要有真正的。
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它才会对你有价值。好，所以谈到这样的一个内容，然后要去跟对一个好的环境。好，环境不对什么都不对，环境对你的位置就会对。好，你的位置就会对。所以谈到这个地方呢，比较正确的方法，我想呢，学习其实是早上我来跟大家做分享的一个真正的做法，就是学习。不是终身学习是一个口号，而终身学习当将是一个一生一定要去履行的一件事情。不断的学习，每天看书，每天强化自己，所谓杀鸡摸杀鸡那摸鱼，或者招准情。所谓三十不读书，面目可憎。今天，假设你看了镜子，一直在嫌自己嫌东嫌西，就代表你对你都没帮助。多看书，学习是生命的方向。失去了学习，生命失去了动力。失去学习，看不到未来。好，这样的一个跟大家一个分享。有一个登山的好手。有一天他带着一群人去登山，结果他是试图好山里的哪一条路他哪里不清楚，哪里不晓得。但是当有一次他带着一群人的时候，却发现到他非常熟悉的那一条路，在保温的地方却竖了一个牌子，尺度不同。这个试图老板是很纳闷，很不以为然。什么尺度不通，这条路是往栈道危险，什么尺度不通，是吧？照我的方，对方讲的，就把一群人带过去。结果一走，没什么，终于走到，哎，啊，真的尺度不通呢？光帮说你怎么爬也爬不过去。最后呢，他带着最轻的他，哇塞，我一个棉袄，哇塞，我都唔怕背公这个路未通，我可以讲电影。或者大家都讲得很赞，结果把这群人给带掉了。到那个牌子那里说，牌子背后是笨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做笨蛋。其实笨蛋不是不好，只是不要老是笨，不断学习，让整个你的整个可以产生在面对未来的恒力，这些的阻挠有更大的力量去突破。啊，你叫我从那句话挖一步，我就说你挖就是北面，啊，我变成北面，北面东西有挖。哦，我是在帮你做训练，你有机会来我那边，会让你很好笑。其实说话要当做训练。我每一次在帮一群人训练的时候，每一次我都会感动，哪怕是三五百个人，一两百个人做训练，我每一次都会很感动。因为感动什么？感动到像我在这里学习时间不是很长，我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但我发现到年纪大的朋友，他们依然有很多可以让自己改变的空间存在。我每一次训练到最后的时候，我都发现到人都改变，其实大人原来像小孩子一样的纯真，只是那个面具没有卸下来以前，很难看出一种成长的脚步在哪里。我每一次的训练，我每一次都会流泪，因为什么？血液的流动，跟一群人一起成长的人，也许年纪都是六七十岁的，五六十岁的。一起成长，我经常在做训练，所以我想呢，我谈的这些东西，也许呢，有时候把归纳起来，在道场好像在我们周周的讲的话，但是我谈的这些很多的小启示，莫非只是让在场所有的同学，在有生之年，在你从今天开始，你去学习一些东西。用另外一个角度，有一天王某庆站在海边，他看了低头看了海草浪花来来去去，当他在看浪花的时候，头就晕了。他心里想，哦，
那我拍起了暗黑看到人见过他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动作把他的眼睛往上昂三度他发现冰雪当你把头低下那个地方让你走不出路的时候当你把头往上仰的时候你发现到一条全新的开阔的视野在你再呈现在你的眼睛来啦罗尼不如你没路了我们真的有时候把它想想我们也许越年轻我们都是真的有时候把它想其实以我现在看我自己哪一点我比他死脑筋还在我所以发现到现在年轻人有时候都是很死脑筋为什么是这样子他们认为很炫他们认为关机嘛必定看进果子的其实你们应该做什么正在做什么的那一条路不是你要走的你现在想着你的人生未来会怎么样那绝对不是这种样子因为什么人家说计划他说叫什么计划永远赶不上改变是吧改变吗 赶不上变化因为什么变化的社会让我们呢目不暇接我们真的措手不及了你发现到你哪个病变其实我今天谈的这些东西都是在让每一个做思考有时候谈很多文绉绉的这种道理对你不是一定没有用因为我知道你们年轻不会曾经年轻过我最怕人家说这样我真的很怕人家说这样我让人家搞对方跟我谈的差的然后过来我把你们还好赶快吧那能赶快年纪啊你可以长辈我们长辈这我很年轻哦其实你要你别想看的我的心态 一定比很多人都年轻我虽然现在是50岁但是我的心态是非常年轻的我很知道年轻人要什么东西好改天有机会再跟你谈珍珠怎么形成你发光跟珍珠啊你要是有没有带过珍珠锦珠啊没有你要我解释你也不对立马是很快漂亮的东西哪一个不喜欢但是你知道吗珍珠怎么来珍珠是从那里被什么蛤蟆拉哦就是那种贝类里面养出来那为什么能够养很简单他们养的人就是把那个贝类跟贝灰把坑起来刷个亮的慢慢造出来是在一颗沙子在它的贝壳上面附着以后哎有一个聚集哎没把灰没把灰灰灭出来啊灰灭出来颠颠啊一种分泌一种东西滴滴干薄滴干薄薄会变成珠所以珍珠的前身就是一颗令人讨厌的沙你知道吗你知道真的不知道你怎样知道我忙着我跟你说其实没有错一个漂亮的东西全身是一个很肮脏很让人瞧不起的东西所以不要小看我们都有可以在未来岁月可以成功的机会我们都可以在未来岁月比起你的同伴我们的生活更优异生活更风采更美丽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一定用排斥的态度去看世界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它并不代表它不好也许它是一种信号就好像上帝来敲门会让你听到门声但是也许你不想去见他也许你开门的时候他跑掉因为你动作太慢就好像圣诞节刚过诸位你们爸爸妈妈你们跟我们过圣诞节你们跟我们过圣诞节你们有没有曾经有没有放挂纸有没有过今天不会哈你们不是鬼我跟我女儿玩过我说你妈妈挂纸把它放在那个地方啊谁啊谁我不是不是哎第二天起来哎呦圣诞老公公真的来了哎我真的有礼物了原来那是老爸真的天生啊在整个生活的领域当中我们根本就会活得很美好
生活非常非常不会随便唱那种爱的歌曲，原因在你凡事要自己掌握，好，就掌握非常好。好，那我想我谈到这个地方，我时辰已到。先够好，可以谈很多东西，但是时辰已到，这个不允许的哈。我是最重视时间的。那培养自己，培养自己的眼光，培养自己的自己的思维方式，将会是未来社会的赢家。好，最后呢，我用一个故事来给大家说。有一只老小鹰呢、啊，小鹰的蛋，老鹰的蛋跟鸡的蛋放在一起，结果呢，母鸡呢，管它什么蛋，反正远远的都是我的蛋，它就天天孵，结果孵了，终于成蛋。奇怪，就差别很大，我一拿去看家，慢慢长大，慢慢长大，打了个没多少，你没有感觉奇怪。但是那只老鹰，它就很羡慕，羡慕天空中的飞，再飞的老鹰，哎，能飞多好。其实它就是老鹰，只是出生的地方不同，它忘记了它到底是什么。诸位，你们都是天使，我们都来自于上天，我们都来自于老母的身边。也许今天你我在这个地方相会，我们只是在这一个片段的时候，我们来让自己相互的感觉让它产生。在未来，我们每个人都要找回自己真正内心的自我。我们今天不只是人，我们还有很多人要做的工作，那就是天使的许愿，要散布到全世界上，让你我心所相信。我们心里相连着，在这个道场有你的参与会更好。那我想我今天早上就用这样的一个内容跟大家做分享。当然这些还是没办法唤醒所有睡觉的朋友，这是我的错。我把你一辈子过，把你一辈子过过去。生命就是这么回事，能够睡解决问题就继续睡。有人一直在叫我，几次做判决，我说你继续叫，能够叫，能够改善身，改善阶级，你继续叫。要不然的话，不能改善，取他的那个名，开始改变阶级，改变生命，改变人生的方向，让未来更发展。最后祝每个朋友都能够学业的都能够顺利，每个人都能够在你未来掌握自己，打通短判决，打通破压，看到不？看到不？谢谢讲的慈悲前道主公，坤道主公，那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掌声感谢吴讲师为我们做精彩的演说。好，各位伙伴请坐。这个给自己一封信。那他一开头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那后学记得之前看过一个故事哈，也不是故事，一段话。他说，如果我们人哈，你就是每天睡觉啊，起床，然后吃饭，然后做一些事情啊，再睡觉，然后再吃饭，然后再睡觉，好，然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这样子呢，你就形同好一张。一片哈，一片枯叶，一片叶子一样。哦，你在春天的时候哈，那慢慢长出来，然后夏天变绿色，秋天变黄，冬天掉下来，然后隔一年，春天你又长出来，又变绿，又变黄，又掉下来，那就跟一片叶子一样。那一旦你会开始去思考，哦，我为什么会在这边？哦，我为什么是一个人？哦，我为什么会生老病死？那这个时候，你才有资格成为一个人。那一旦，好，那你可以看破这个生老病死，
然后努力去做一些事情，去超越生死、超生了死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有资格称作一位圣人，或者说超人。好，那无讲师一开始跟我们说，我们要找到自己的方向。好，那后雪记得之前在看一本书，各位知道侯文勇，好，那位医生，之前写过《小医院大医生》《白色巨塔》。那他在最近的一本书《我的天才梦》里面讲到一句话，让后雪印象很深刻。他说，一个人一生最大的成就，无非是找到自己，发现自己，并且成就自己。那后雪觉得，我们身为白羊弟子，我们一生最大的成就，无非是发现自己，成就自己，还要成就所有的众生。好，那希望各位，我们可以记住无讲师告诉我们，我们要不断的学习。好，因为后雪觉得，从小我们就念了很多书，像包括后雪也是，那透过这样一个教育体制，一直考试。好，后雪可能书念的不多，可是很会考试，很习惯。那就一直这样子读上来之后，发现，那我人生的方向到底在哪边？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在思索这个问题，而发现往往很多时候，我们一旦执着在这个问题上面的时候，会跳脱不出来。所以有时候或许觉得自己很幸运的是，我们已经进入了道场，那一个方向很明显，很大的就在前方。那我们只要朝这个方向，然后跟随前行的脚步，那跟所有的伙伴、所有的前行们一起努力，那相信我们都可以发现自己，成就自己，并且成就所有的众生。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是休息到10:15，那请各位大家活动辛苦，并且准时回到我们的座位上，谢谢。